荣幸今天来到这里，见证你们的爱情。我愿意弹弹吉他衬底，送上我写的歌曲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在拍这个代客求婚的 MV 啊，所以今天我是这个代客求婚公司的老板。那我率领了我两个高级的这个员工，那我们要帮一对情侣求婚，那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呢？拭目以待。欢迎各位来到代客求婚，我是李永嘉。哇！成功了，又是一个成功的案子，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求婚的，然后你真的觉得哎，怎么那么巧你要求婚了，也许我真的可以为您服务哦。所以记得这个寄信到这个我们的信箱，好不好？我们最近真的有在征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希望到时候可以给你们满满的祝福。就算失去力气，他还是不放弃。爱你就像爱自己，从今后要成为夫妻。请嫁给我。此刻立下的约定，要。